我的Triton噔到哪里都可以跑了，有路全部路都可以跑了，管你是什么烂路都可以进的。OK, no problem。我是 Mr Wong, 我在这个木山做20多年了，这个山路也跑100多万km 了啦。Satu hari saya dapat jalan 300 km, ulang balik saya besar lah. Saya orang kerja camping yang memang 300 lebih kilo, okay lah, tidak letih, betul-betul tidak letih. Kalau highlight lah, letih lah, seperti aku lupa, ini tidak.啊，这个是我们刚砍下来的木啊，它叫嘎波。这个树啊，我们要经过那个森林部打它的罗油滴，打了我们才可以出口，没有就是放火。我平时见那个顶家啊，头要大，还来75型也是有这样。啊，第一次见那个它的灯啊，差别就是它的马力啊，差别了。它的灯的车很好了，有力。这个Triton啊，你是讲弯头，它就比较稳了，比别的车稳很多了。老实讲嘛，它不会弯嘛，花路很好跑。我觉得在米利亚塞比Triton是很方便的。我进来塞比的时候，我就是去康德找那个David, 他就帮我安排咯，安排时间几时来，我就拿进来塞比。他讲几点，我就几点来拿，他很准时的，所以他们的水平是很好的。Drive your ambition, Mitsubishi Motors.